全局 BP，我觉得可以考虑，但是短时间内基本上也不会去上线这个东西。我的观点哦，如果急着因为就收视率放全局 BP，比赛会更难看，是。因为就这么多英雄，我们就看已经有这样的操作了，那你就试想他们拿就是。玩不了的英雄，因为全力 BP 就代表什么？就是你现在还可以不给汤原选沙皇，用一个今天的例子，但全力 BP 就不行了，他就得你拿那就些必东须西。要玩了，对，就是你凑也要上来先凑一把，凑完对，之后你再香也无所谓，反正对面也会凑。就是场上现在可能10个人，可能两三个人凑，多的时候可能5、6个人凑，但全局 BP 很有可能就造成，就是你一天看一场 BO3，就只有一把。那个错位一般，剩下200，对，就是可能都有7、8个人以上在凑。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。如果改成全局 BP，最有可能性的会是什么样呢？教练把这个选手大家凑的英雄集合在一起送一局，然后把选手玩得好的英雄集合在一起，稳拿一局分，对。然后剩下的就是两边互凑，就是凑的就无限的散发臭味，对，然后香的就逮着臭的狂杀。是，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全局 BP，我觉得可以参考，但我们要就这个得真的要全盘思考怎么做这个事，就是不是说就硬抄人家怎么干，我们就拿过来干。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点，就是要做这个事情，那设计师真的就是以拳头爸爸来说，我觉得得多花点设计师来做了。就我能感觉到他们现在设计师的平衡量，就是投注量应该。没有，就是往年那么多，就对，是其实蛮明显的，主力应该现在在瓦那里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因为全局你要有，就是英雄要有差异性，要不然你做这个全局 BP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，就是你要让英雄是平衡的，就是至少平衡的差异性不会是那么的夸张，就是那种选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打这个，就是打不了。那太难了。对，那就很难，因为怎么讲？因为本身 low 的设计，对吧？就跟刀其实它的英雄区隔就没有那么大，它的英雄机制其实就像很多人都说会就是一个缝合怪嘛。你几乎它每一个，它虽然有9个技能加一个大，但它9个技能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某个技能的影子。然后尤其是它那个 W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会那个 W 其实它 W 的 W Q W W W E 感觉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用。就因为英雄联盟不就是一个，他有一个技能，可能以前的老板还有可能就是一个 W 就是一个被动，他从到底就是一个被动，对吧？他的每个英雄的复杂度不会那么的难，那么复杂。但我相信很多人会举农，但我觉得我们跟农就是，我没有鄙视农哦，真没有鄙视链。但是我觉得OK。我们跟农有一个比较大的区隔，就是农它毕竟游戏的深度，说实话，它因为是一个手游，它有受限，它没有我们这么的深。所以你说农全局 BP 是给大家看到不同的英雄，但我认真的问大家，你们有感觉到？我看农比赛也有看过一些，你有感觉到那个全局 BP，你每一把看出来的体验差很多吗？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那个体验差的特别多。确实对，没差特你让别我说，多。那我觉得就是刀塔的那个，我是建那议。个是真的那个是真的很很斗大，志，就是每一局的差别都很大。对，而但且我觉得那个是游戏的问题，那个就是游没戏办本法。身，对对，吧？那个是甚游戏至本我们身说的那问种题。有名的那几个二路解说，就是我们国内大的那些，我都有些时候听他们都会读不出 TI 有些队伍的想法的，就他可以做到这种深度。但英雄联盟我觉得本质上是很难的，太难。但我觉得同样的说啦，就是这个版本真的太恶心了，这个我绝对同意，我自己都看了反胃。这版本就只要从一个点就能看出来，就是这个版本的 BP 公式化是几乎每个队伍都长一样，只有个别队伍因为自己选手的英雄池差距，确实有的玩不了，对，会有一些差距之外，基本上就是那几张脸。对，然后又跟你去年总决赛是重叠的，傀儡对，人我们都看烂了，沙皇都看烂是。了，发条又是这些，对吧？赶紧把刺客抬回来吧。就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就全局 BP。可能就也不需要做到那么全局 BP，他可以把 BP 的顺序，或者说把 BP 的整个流程改了，他可以这样子。对，去大我也是同，就是你能不能对，设计出一些，甚至就是天马行空一点，就虽然我只是乱讲，就比如说你就规定这把中路是得刺客，对，就是这种你就强行的，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得拳头带着做，
因为 LPL 不能自己做的问题是，我们 LPL 自己这样搞，把我们的收益搞好，但你总决赛不这么打，对，那 LPL 出去队伍不就去送的嘛，是对吧？就是这个得整个一起改，这个就是确实要天马行空一点，因为现在游戏里也有那种官方的定位，对吧？对，那你官方你就可以限制，就比如说你这一场上路就必须在战士的定位里面去找，对，或者中路就必须在刺客的定位里面去找英雄，对，或者是反正有很多，你可以把 BP 的各种模式去改，就你这样其实你听着可能会比较夸张，但实际上你在概念上面是和全局 BP 是同一个概念，而且很夸张，而且你夸张的瑞士轮你也搞了呀，对，对吧？就你也敢搞，那你代表你还是比起，我认真说，就是比起纯公平，就我们说绝对的公平，你其实还是更在意收视啊。我们还是一个商业联盟啊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就是直言说嘛，对吧？那你就得有大刀阔斧的让观众感觉到新鲜，那我就会回来看，是这个道理吧？对吧？因为那 你一听，对吧？你像别人一听，哇，哥巴现在中路只能选刺客，我操，那真得回来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这一下就全回来了。你不想看奈特拿什么杰，对吧、嗯？然后对阵对面。就是随便 Chovy 对吧？对，选个什么泰隆，哇，这一听就热血起来了，听着就直接爽。对呀、啊、，OK。